噔噔，好，与宝可梦共进午茶，这次不是晚餐了，是午茶。好，那一样哈，就是这边简单跟大家讲时间跟地点。如果你想要来参加，大家一起聊聊天，交交朋友 ，OK， 好，就是把这个时间空下来，好，然后一起来。就是时间的话是4月13号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40分，我们吃的是午茶，所以你中午要吃饭，好，对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吃养心茶楼，哦，它是赶点这样，所以重点是大家彼此聊天，那吃的东西反而就是不是那么的重要，好，那这个费用的话是500块一个人，好，你先不要吃惊，好，为什么要收这么贵？好，再来就是我这次呢特别开放大家可以刷卡支付，好，所以呢大家就是不要觉得说啊怎么那么贵。好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呢，我还有一个就是 bonus 的折扣呢，要跟大家分享，看一下，噔噔，好，一样哈，就是如果你是曾经从我这边来酒团开户参加过任何活动的人，你可以减100块钱，好，等于是说你付400块就可以。那你如果什么都没有参加过，但是你想要来交朋友，那你就要支付500块。如果你是 Banky 卡，好，我这边还是特别针对 Banky 卡有做一个加码的活动。如果你是 Banky 卡来的话，我会事后退200块现金给你，所以你一样就是刷卡，好不好？事后你还可以拿回200块现金，这还不错吧？好，中间的交易手续费就是我负担，好，所以就是你还没有 Banky 卡的朋友，赶快跟上宝可梦这款，只有宝可梦这款的人才可以折抵这个200块，也就是说你大概300块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。那如果你是有参加这个尾牙同乐会的朋友，好，你是这上面的资格已经不符，但是你有来参加尾牙同乐会的，好，我就退你300块钱，非常的多，等于是你200块就可以来参加活动，就可以吃爽爽吃这样，好，然后就是可以让你爽爽问问题。最后的话就是对我们幼班的朋友最好哈，就是你这次来参加活动，我退400，等于是你只要花100块钱就可以来参加活动，好，所以这是宝可梦对你们好的地方。那之前也有朋友在问我说，那 VIP 呢？因为 VIP 你要累积20点的省钱经验才能够加入，我这边没有列出来。如果你是 VIP 的话，这次你就来，你就是刷500块钱给我，我最后就退500给你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一定是对大家好的，好，这个一定是就是有记录可以去查询，说你有没有跟我这一段有没有跟我领过咖啡。所以你跟我领过越多咖啡，你越常来参加我的活动，你就可以拿到越多的折扣。一样的道理，你如果是一般粉丝，你一次活动都没有参加过，但是你想要这次来，你可以付500块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我下一档活动办的时候呢，参加这一档的人就有折扣了，好，所以这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说尾牙同乐会的成员下一次就不会有折扣，但是有参加过这一次午茶聚会的朋友下一次就会有折扣，好，就是一样，就是你们要越常参加我的活动，你就可以拿到越多折扣，所以你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嘛，你基本上你只要有办 Banky 卡你来我就吃亏了，因为他那个餐券的话一张大概370左右，好，所以说你知道 Banky 的话，你基本上就是你有用 Banky 来报名你就是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呢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如果你要参加的话呢，我会在这两天把文章跟系统上架，那你们就可以直接去刷卡了。刷卡之后呢，就是我会再跟你回复你的资格，好，然后还有就是你的银行账户都确定没问题了，那时间到4月13号你来参加活动，活动结束之后呢，我就会把这个退款的部分退回去给你，好，就是会钱会给你，好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刷卡换现金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么简单，大家最喜欢就是刷卡也好看，好，提醒大家就是别忘了刷 Banky 卡哦，你可以拿那个1.2%回馈。